我看看二哈三哈在这个猫隧道里外他俩打上了闹上了。对，英俊你这么的你就对了，他在里面对你攻击性特别小，基本上打不到你，你这是白捡的一样。里面是李宝，要是在外头英俊打不过李宝害怕李宝。偶像你还想钻进去啊，这猫抓板多好，有许胖虎在里面挠，不是胖虎在里面呢，回去在上面一挠给胖虎给吵醒，给吵闹心了走了。这猫抓板确实不错，再买几个搞这一放像个家具似的。我去，李宝你还整个盘子要饭的，学习事业两不误。眼睛在那顶上居高临下还老打击下边的猫。这个车也是在我家能放了两三年了吧，该被历史淘汰了。但是这车也有车的好处，前后都是通的，猫进去不容易被别的猫给堵里面。没了那、还有李宝还在里面。哎呦我去，李宝你真是卖艺的哈。说的对，刚才只说你要饭的还聚财了，这还是卖艺的，凭本事要饭厉害。这种猫抓板式的猫窝对他们起纷争还有创造了一些条件的。要是弱的猫被强的猫给堵里面就容易被揍。看骰子进去吧，路过了走了。哎呦我大帅舔毛咕叽咕叽的声儿，像吃肥肉了似的。啊哎呀，我们偶像进去了。对这个，哎呀，你看多好玩，是不是眼睛？嗯，眼睛，眼睛总是这么干净。好看老了，去自己去玩那个去了。他喜欢咬那玩意儿，特别喜欢把它咬折，成为他的成就感。哎呦大帅你胆子那么小吗，那是偶像上去挠去了就把你惊到了吓出去了。来你老上去干什么呢，啊来好看好看。哎呦我去，咋了你俩在里面咬疼了。现在也是半夜了，12点多了，有的猫可能也要休息了。果果果果果果那可爱，那我这就下去了。我回来一趟都没看到你女儿，哎，你女儿老是害怕我，把她抓上来见大猫啊，跟我生分了不认我了。我一回来她就躲起来。粉丝们要开视频嘛，我就想抓着苗苗带上来，给大猫们一起玩，但苗苗见到我就跑了。好看好看好看，哎好像想吃点啥是不闪闪。那好，我给你们找点吃的东西去啊，上库房等一会儿。